兄弟们大家好啊，我大炮啊。最近的话给兄弟们解说的这个剑河单挑赛，我们可以看得到啊，观战番这个队伍的话是咱们的一个应该是最近的最前的一个三公的一个队伍啊，好吧，也是硬件最好的一个队伍。对面的话应该是一个福战的一个联合队伍，也不弱。对面女儿村化身神木林地府，这边的话这个阵容的话不是带着大唐官府的那一种国标队伍啊，带的是一个斯托宁。不过的话大唐官府斯托宁都差不多，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观战番这个队伍的话也没有谁看性特别好，所以说的话斯托宁点人的话也差不多，一把飞机一把群秒，对吧，悬念一压低宝宝一根就可以点人了。所以说的话两边的话对面是虎阵，观战番的话是鸟阵，有一把极限大克，对面福战硬件的话应该要更好一些，所以说的话这一把大克的话对面吃亏，但是没有那么吃亏啊。就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这边的话观战番的话也是我第一次看见观战番遇见这种正儿八经的福战队啊，看一下有没有机会。观战番是一把鸟阵的大克，其实还好，伤害加成的没有那么多。如果说是一把虎阵的那种极限大克的话，那个威力的话就有点威力了，好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这个比赛的话对面的打法的话应该是飞秒就可以了，飞秒压低观战番的一个血念，然后的话小死丸配合宝宝的一个点杀就可以了，就不需要什么连环击什么的。对面的话应该是一个这样的打法，对面女儿村有一速女儿村的话国标女儿村肯定是有词，所以说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破甲提前给到对面的一个女儿村，观战番的话加了一把野，对面的话给了观战番的话一把饭，应该第三回合的话准备要起真菌了。神木林群秒伤害也不低啊，龟速拉一下斯托尼，观战番的宝宝更慢一些，打出斯托尼的163，这一把飞机伤害高，八级163，但是人物有一个摄魂。哎，其实虎阵被大克也还好，因为虎阵这个虎头位本身伤害就高啊，30%被克个10%也无所谓，只是说这个法系啊可能就有点痛苦了，你懂吗？就跟没有开阵差不多。水清给到斯托尼，因为女儿村这个门派水清金清之后的话会有看风的几率啊，水清给到斯托尼之后的话小死丸挂不上去，观战番的话也没有挂小死丸，给斯托尼打了一把野兽。所以看得出啊，观战番这个指挥其实也蛮细节。观战番的话尼泊尔城起真菌，对面的话女儿村他一个真菌是肯定，就是一个风系他是肯定不敢封观战番的这个尼泊尔城，好吧，他是肯定不敢封。看一下对面女儿村怎么办啊，可以丢魂。兄弟们你们有没有觉得观战番这个三攻队伍每个人伤害都高啊，你就这个斯托尼跟旁边这个尼泊尔城他不起状态伤害也高，鸟阵的大克其实没什么吧，就加个10%的伤害而已啊，这个队伍的硬件有这么夸张吗？他这个尼泊尔城的话是17段的一个硬件啊，非常的暴力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回合啊，对面不丢无魂的话感觉要团灭了。这一把无对面的话女儿村选的金，金没有用，观战番地府开无间啊，化身火，对面地府可以甩无魂，加了野没有开无间啊，对面地府给的是摄魂，降低观战番的这摄魂。那这尼泊尔城伤害这么高，给摄魂一刀12000，难勇都2000多呢。宝宝手说你三宝没有死。
小宁飞，你说对面有机会吗？其实对面有机会，对面飞秒飞两圈的话，观战番也不好受啊。而且浮战队伍的话，这种地听啊，这种慢法系，能不能换个快地听啊？女孩村一把地，观战番就差不多要团灭啊。这边的话，地府开无限，女孩村的话没有风景波层，怕化成水。宝宝的话破女孩村的保护打得很细，这边的话七宝没有解掉摄魂，化身拿了一把繁运圈，观战番这个指挥妈的真的有东西啊！他这个指挥啊，对面丢了一把无魂，他这个指挥是真的有东西啊！他觉得我化身，就是你觉得我要保证君尼波城对吧？就是观战番完全预测了对面的预测，他直接一把水星水撕脱你，就是观战番这个指挥真的有东西啊！就这种细节真的是拉得满啊，兄弟们！好吧，你觉得我要保真君，对吧？我保索尼，因为我索尼飞机单位多，好心宝宝，对吧？观战番已经算到了对面不可能封我左边这个尼摩城，因为尼摩城秒的单位少，现在对面只能封索尼，不敢封尼摩城，真的打得好，很细啊！就这个队伍的话，磨合，发育的话不得了。我感觉以后有很多浮战队的话要保在这一把签的下面。摄魂给他化身，宁波城的这个耐勇的技能啊，它只是正常技能的没有100%，就是耐勇的这个技能本身就是用来加战役的，你懂吗？观战番宁波城这个耐勇伤害也高，对面的女儿村的话有一把词啊，还有机会。比赛的话第六回合，因为的话封观战番的话宁波城出宝宝，观战番的话看一下怎么操作，化身换了一把孙法，法术反应很高啊，对面女娃村一把金，这伤害他妈一刀捅7000，他妈贴都没用，兄弟们。他这个队伍啊，就没有弱点，你懂吗？真的没弱点，他每个人伤害都高，那这个人也高，这个斯托尼伤害也高，他妈6000-7000的飞。观战番6000-7000的点，这队伍真的有点无解啊，兄弟们！这已经达到梦幻西游三攻的极限了吧？我感觉，他妈的这么猛啊！你们发现有些三攻只有一个人猛，他妈观战番这三攻他妈全队都猛。比赛第8回合，下期再见了。